今天这个是什么？嘿，我们一起吃午餐哦。披萨。咦，是有折扣啊，对吗？有折扣，折扣，打折。然后有这个炸鸡。嘿嘿。要等一下。嘿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嘿。这样子。对。我刚刚忘记跟他拿纸杯。这个是公司的叫什么的？拿坡里。哦，拿坡里。对，嗯，好、哦。它的洋香菜也好少哦。洋香菜是什么？哈哈哈。嗯，看看。嗯，我们要不是启动啊？怎么了？开动。啊，开动啊！没有开动啊！祝你们平安喜乐。午餐吃什么？对对喽。